早晨，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家人，欢迎大家今朝早上一同来到牧地港众恩堂我们的网上崇拜，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主。我现在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朝的崇拜。开始之前，我邀请大家低头默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敬拜神。好，请听圣经的说话。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在列路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亲爱各位，请我们一起低头来到祷告。坐在天上全能的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亲爱的上帝，无论这个世界是如何，你始终坐在天上，坐着为王。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的当中，我们唯有在你的里面可以找到平安。我们多谢上帝。亲爱的主，我们为到今天早晨，我们仍然是聚集在一起，透过网上我们来到崇拜你，这个都是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首先将到今日每一位来到你的跟前来到崇拜你的，我们都仰望交托在你恩手的当中，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施恩怜悯。我们赞美你的伟大，赞美你救恩的全备，又赞美你不断的在世上来到引导你的子民。我们多谢天父。亲爱主，感谢你。我们将到今天的崇拜来到仰望，我们今天又有陈耀鹏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分享你的信息，传讲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无论是弹琴的、唱诗歌的、讲的，我们听的，我们都一切来到仰望，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真的要真心赞美你。主啊，你带领我们来到如今，无论这个世界怎样风云变幻，我们仍然在你的里面得到安全，得到保障。我们将到今天的崇拜来到仰望你，我们愿意在这个崇拜的当中来到颂赞你、歌颂你的荣耀、你的权能和你的权力、你的永在。我们今天又特别的为到在所有在这个时间都一同来到敬拜你的，我们都将它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在世上是同感一灵的同一的教会，乃是上帝的主耶稣基督的辛苦。我们感谢你，求你在今日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在今日你来到建立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手中在世上的精兵，帮助我们真的穿戴你全副的军装，在这个世上来到为你征战。我们又听你的教训，我们并不是与属这个肉体的，
属血气的来到争战，我们乃是与那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我们站在一个是凶险的世代，我们站在万世战争的当中，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的元帅，我们多谢你，我们一定要为你的名来到打这一场你已经赢了的必胜的战争。我们多谢主，求你率领我们再次将到今日的崇拜来到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祈求，我们的赞美愿主垂听，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各位，以下是有唱诗歌颂的时间，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来到交给 Maric 弟兄带领我们唱诗歌。用鼓锣歌颂神是永活全能，好大救恩世上难寻。用生命称谢神是永活全能，活在我心，信实到永恒。欢呼歌唱，让世间此刻知道，当将心意尽变身。高声宣讲，让世间此刻谨记，神回来时候渐近。用鼓锣歌颂神是永活全能，好大救恩世上难寻。用生命称谢神是永活全能，活在我心，信实到永恒。欢呼歌唱，让世间此刻知道，当将心意尽变身。高声宣讲，让世间此刻谨记，神回来时候渐近。用鼓锣歌颂神是永活全能，好大救恩世上难寻。用生命称谢神是永活全能，活在我心，信实到永恒。欢呼歌唱，让世间此刻知道，当将心意尽变身。高声宣讲，让世间此刻谨记，神回来时候渐近。是谁令我迷雾里觅曙光？困惑跌倒，前路也愿去闯。是谁令我危难里亦勇敢？世事变迁，不改我路向。是谁令我寻着意义而活？献奉这生，来尽发而发光。是谁伴我无后悔踏远方？也令我知真方向，原来是耶稣，他的爱未变。原来是耶稣，恩手引导。原来是耶稣，给我不死的爱，令我总不放弃。是谁用爱平复往日创伤？贴近我心，除掉往日模样。是谁用爱成就往日梦想？眼泪抹干，不需往后看。
是谁用爱同渡各样压迫，照亮我心无惧世俗拍击，是谁用爱长路结伴去闯，也伴我走真方向，原来是耶稣，他的爱未变，原来是耶稣恩手引导，原来是耶稣给我不死的爱，令我总不放弃，原来是耶稣，他的爱未变，原来是耶稣恩手引导，原来是耶稣给我不死的爱，令我坚定前行。心火不会再惊慌，为你奔走飘远方，那惧怕奔波靠在你身旁，竟为我担当，让我罪女得释放，凡失丧的苦喊的你都亲手抚摸，让不朽的温暖的真我疗治痛楚，主你当得敬拜赞美，你恩典覆盖这地，众枪和刹那歌声全为你起，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你关心亲切细腻，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凡失丧的苦喊的你都亲手抚摸，让不朽的温暖的真我疗治痛楚，主你当得敬拜赞美，你恩典覆盖这地，众枪和刹那歌声全为你起，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你关心亲切细腻，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主你当得敬拜赞美，你恩典覆盖这地，众枪和刹那歌声全为你起，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你关心亲切细腻，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好，弟兄姊妹，我哋以下咧为奉献嚟到祈祷吓。亲爱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吓，我哋将我哋所得嘅，我哋奉到你嘅殿中。
差主再一次感谢你咧，保守我哋有工作嘅能力，让我哋咧可以赚取金钱。我哋知道在呢个疫情嘅期间，有好多嘅家庭或者都系未必好容易嘅，但系你一直保守我哋有衣有食，我哋实在非常嘅感谢。因此我哋怀着一个感谢嘅心，将我哋所得嚟到奉在你嘅面前，其实都系你所赐嘅。我哋求主使用得着，嚟到将佢化成祝福，嚟到去祝福嗰啲需要福音嘅人，祝福嗰啲需要物质帮助嘅人，帮助你嘅儿女们实实在在嘅实行奉献嘅功课。多谢主，听我哋咁样嘅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我哋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天父，我哋再一次真系为到呢一个嘅世界嚟到祷告。我哋知道呢个世界越来越细小，当中发生好多嘅事情，相互嘅影响，我哋亦都不能幸免。我哋首先为到已经发生咗超过一年嘅疫情，我哋嚟到仰望主。喺当中我哋都系受到好多嘅影响，有啲系好切身嘅，甚至系染病嘅。我求主真系怜悯，帮助你嘅儿女们咧，喺呢个疫情嘅世界嘅当中，我哋晓得点样嚟到自处同埋生活。我哋都求主怜悯我哋所在嘅社会，在呢个疫情嘅当中，我哋点样嚟到应对？帮助我哋国家嘅领袖，真系能够喺疫情嘅当中，无论系喺政策啊，喺政府嘅做法嘅里边，实实在在嘅，真系能够帮到市民居民。我哋知道呢个系唔容易，但系主啊，我哋一样嘅嚟到向你祈求，因为我哋知道。你是掌管一切，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怎样在当中来到生活。我们又为到这个世界的政局，特别是今天已经是美国新一任的总统就职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为到加拿大的领袖来到祷告。这两个兄弟的邻邦，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今天走到一个很堕落的地步，我们不愿意见到这样，但是这个却是现实。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真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来到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有其中一份的责任。亲爱的主，我们真是很愿意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智慧，究竟我们在当中应当来到如何自处。我们为到医护人员祷告，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他们是最前线的，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真是求你保守他们的身心灵。主啊，如果在医护前线人员的当中，他们是有信耶稣的，他们是你的儿女，都求你特别的保守他们，又在当中能够活出他们的见证。我们回到加拿大自己本身，我们最近也都有很多的讨论，关于是这个叫做 C6 法案，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C7 法案。神啊，帮助你的儿女们打开眼睛，看清楚我们今天的社会，究竟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可以怎样做，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我们为到教会守望，我们自从有了这个在今年来到订立的这个使命宣言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属灵的争战。我们知道当你的儿女们走啱这个属灵方向的时候，我们的仇敌就会是做这些的反对的工作。所以主要帮助我们在当中能够紧守我们的岗位，我们真的为到我们的教会来到仰望，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做，我们乃是依靠你的大能大力来到去征战。我们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并不是靠血气，我们乃是依靠你的能力，穿戴你的全副军装，拿着圣灵的宝剑，而是你是我们那个属灵的元帅。
主啊，真系恳求你嚟到率领我哋，吓越过我哋嘅软弱，用你嘅宝血嚟到遮盖我哋，好叫我哋能够奉你嘅名嚟到为你站稳。我哋喺度想起我哋嘅 Pastor Sky， 感谢你佢而家归队，吓成为我哋当中再一次来到是一同作战的一员，求你保守他的身体，保守他的心灵，你赐给他有你自己的智慧、体魄、能力，能够带领我们下一代，特别是英语的会众，能够跟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到向前来到迈进，求你祝福他，帮助他。我哋又献上我哋嘅感谢，因为我哋喺呢个执事嘅选举嘅当中咧，我哋嘅候选人每一位系都能够以超过三分之二嘅票数咧，系能够顺利全部顺利通过吓。求你系俾呢啲新选嘅执事咧，能够配搭侍奉能够咧系带领我哋嘅教会嚟到实行你嘅心意。我哋又再一次嚟到献上感谢啦，系喺琴日过去呢个嘅23号嘅侍奉人员嘅启动日里边咧，我哋都系有好嘅分享啦。我哋求主帮助我哋嘅各个层级大大小小嘅领袖们，都系能够同心合意进行主你自己嘅教训，嚟到带领我哋教会每一个唔同嘅部分，嚟到让主你自己嘅名得着荣耀吓。我哋奉你嘅名嚟到作工，我哋求主嚟到去帮助。最后我们为到教会里面我们的众肢体，我们来到祈祷，因为当中有很多的患病有很多的不舒服甚至是不是住在我们加拿大的，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亲爱的主，因为他们都是我们跟我们肢体有关联有联系，是我们所亲爱的人，主啊，当中患病亦都甚至有不幸离世的，主啊，你真的安慰帮助这些家人们，我们知道是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家人都会伤心难过，特别是又在我们当中所亲爱的蔡直佳弟兄他的 Celebration of Life 现在都是安排进行的当中，我们真的纪念到 Macy 和三个的女儿，求你丰厚的恩典继续的保守扶持。我哋又思想到咧，系我哋所亲爱嘅张慕伟牧师佢被你接去已经好耐啦，超过年半现在咧系佢嘅 case 咧系已经进入咗一个控诉嘅司法嘅程序。我哋求主你彰显你嘅公义，好让张师母同埋佢三个嘅儿女们系能够得到呢一个公平的对待。我们知道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现在又因为司法诉讼的缘故来到重新来到揭开这件事情，难免引起伤痛的，我们明白，但是求你真的赐给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赐给师母家人都一样有平安。我们将到大大小小的事情各样的安排来到仰望，来到交托，深信主你必与你所有的儿女们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交托仰望祈求同埋赞美，我们求主垂听，求主接纳，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以下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9章11至27节。好，请听我读出。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作生意，直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
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作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二十节，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好，圣经读笔。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是有陈耀鹏牧师在我们中间来到全港神的信息。陈耀鹏牧师呢大家都不陌生了，所以我呢都不需要特别多的介绍。陈耀鹏牧师今天的讲题就是：理想生财有术吗？好，我们现在很恭敬将到以下的时间交给陈耀鹏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好开心可以在网上边咧，系同大家一起嚟到去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讲呢个题目咧，叫理想生财有术吗？理想生财有术吗？咁当然呢个财咧，就未必系一定指到咧系财物个财吓。我哋继续咁睇落去咧，我哋就会更加清楚。究竟呢個財咧係可以講乜嘢？其實咧，同大家一齊思想嘅咧就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一至到二十七節。呢個係一個嘅比喻嚟嘅，所以咧，首先咧，即係要講一講咧，究竟嗰個比喻咧係即係喺聖經裏邊咧係即係點樣嚟到去分佈先嚇？如果我哋睇耶穌嘅比喻咧，我哋發覺咧，就喺馬太同埋路加福音咧，係記載最多嘅。約翰福音咧就記載比較少，馬可咧亦都唔係好多。咁如果你話講係一個大家可能係最熟悉嘅比喻咧，就極有可能係依一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嗰個比喻啦，係嘛？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係三個福音書都有記載嘅一個比喻咧，就係撒種嘅比喻。今日咧同大家一齐思想嘅咧就都唔系依两个嘅比喻，反而咧系一个咧系记载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嘅比喻。嗱，呢个比喻咧同马太福音咧记载喺第二十五章嘅一个比喻咧就好相似，甚至好多时候咧就好多人咧都觉得咧即系依两个比喻其实都即系讲嘅嘢都差唔多嘅啫咁样吓。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節的比喻呢是講到一個主人，這個主人呢就是要去外地了，那就是臨走之前呢他呢就是叫了三個仆人來，一個呢就是給5000，一個呢就給2000，一個就給1000，然後呢是
翻嚟咧就好似話論功行賞，亦都咧係論功或者論佢哋嘅行為啦嚇嚟到施罰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一至廿七節嗰個比喻咧就有啲唔同嘅啊，甚至有幾多唔同嘅地方。那個比喻咧就記載一個貴胄係嘛？依個貴胄咧就係、是、出去德國，即係德國就唔係即係咧，即係 Germany 嗰個德國啦，即係德國嘅意思，即係話咧出去咧去攞更多嘅地方咁德國啦嚇。咁、啊、然後咧臨走之前咧就係、是、將到咧每一個佢十個仆人咧佢都俾咧一定嘅銀子，咁然後咧翻嚟之後咧，又可以話咧又係論功行賞，或者論佢哋嘅行為咧，就係即係俾佢哋唔同嘅對待嚇。嗱，如果你睇依兩個比喻咧，就發覺咧其實佢哋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第一個比喻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嗰個比喻咧。就似乎咧係喺馬太福音第二十四同埋二十五章啊，主耶穌基督咧喺橄欖山講論佢再翻嚟嘅其中嘅一個嘅比喻嚟嘅。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嘅比喻咧就係、是、一個獨立嘅一個講論嚟嘅。嗱，當然所謂獨立咧，都唔係話真係完全獨立嘅，不過但係咧就唔係好似依一個馬太福音嗰度咧係。兩章都是講到主耶穌基督再來的一些嘅嘢。馬太的比喻咧就係、是、即係提三個仆人，路加度咧就講明係十個仆人。嗱、當然啦，佢哋所領受嘅都唔同啦，係咪啊？而三個仆人領受嘅咧喺馬太福音嗰度咧係強調係按住才幹嚟到領受嘅，但係咧路加就冇講。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那个主人或者那个贵胄回来的时候，在马太那里对第一和第二个的仆人的称赞和赏赐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是良善又是忠心的，你在不多的事上面忠心，我就派更多的东西给你管理。更多的东西是什么呢？没有说。但是呢在这个路加就有点不同了，對個仆人兩個仆人嗰個嘅稱讚咧，同埋賞賜有啲唔同嘅噃。稱讚咧就第一個仆人咧就講話你最少嘅事忠心，就俾你有權柄嚟到管理十座城。第二個仆人咧就冇講佢忠心，亦都冇話佢有權柄，只係話咧，咁你就管理五座城啦咁樣。嗱，當然啦，最重要嘅嗰個主角咧就喺第三個仆人嗰度啦。馬太福音嗰個第三個仆人咧，就係、是、將佢嗰一千咧，就係、是、藏喺地啊。然後咧，依、这、一個路加福音第三個仆人咧，就將嗰一定銀子咧，就包喺手巾嗰度。然後咧，個主人咧，第三個仆人咧喺馬太福音嗰度咧，就稱佢係又惡又懶。然後咧，依、这、一個嘅路加福音咧，個貴胄稱第三個仆人咧係惡仆。我哋今日咧就试下咧，净系从路加福音嗰度嚟到去睇下，当到呢一个嘅贵胄佢翻嚟嘅时候，佢对待呢三个嘅仆人啊，究竟咧即系俾我哋今日喺等候主耶稣基督翻嚟嘅时候，等候我哋嘅主人。等候这个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耶稣基督荣耀的再回来的时候，在这个等候的期间，我们领受的一些的才干又好，恩赐又好，甚至到神给我们一切的丰富都好，我们怎样的来到去运用，以致到当到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被他称赞呢？我哋点样嘅可以能够生财有术咧？用一顶银子可以赚到两顶、五顶或者系十顶嘅银子咧？
所以我哋今日咧系用一个咁样嘅了解用财嘅原则嚟到去睇，有最低限度咧有四个嘅原则。第一个原则咧，我称佢为咧系不赚不蚀咧，就当系呢一个嘅损亏。不赚不蚀就当为损亏，咩意思咧？咁样，对第三个仆人嚟讲，无论系马太又好，路加又好，俾你一千。你俾翻一千俾个主人，俾你一锭银子，你俾翻一锭银子嚟讲，俾翻嗰个贵就，咁嚟讲嘅时候咧，原银奉还，最低限度保本。哎呀，对于呢个主人，对于呢一个贵就嚟讲咧，原银奉还咧系唔合格嘅。点解唔合格咧？嗱，我哋试下咧留意咧，即系。无论马太又好，路加又好咧，佢称呢第三个仆人咧系又恶又懒。路加咧就话佢系恶仆吓。嗱，懒咧我哋又明白啦，但系恶咧我哋又觉得会唔会太过分咧？何恶之有咧？点解称佢为恶仆咧？咁样，对我来说有一个这样的看法，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如果我们留意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四节那里，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提到就是当到这个贵胄是离开的时候，有一些的细节的。这个细节就是本国的人呢恨他，打发人呢随后去说，不愿意这个人呢作我们的王啊。咁然后呢第十五节呢就再讲返呢，即係呢一个贵胄呢就即刻返嚟啦。咁呢就同呢啲仆人呢嚟到去算账啦。咁样。嗱，当然啦，即係算账嘅时候呢，无论係马太又好，呢一个嘅路加又好呢，呢个主人同呢个贵胄呢都话，咦，点解你将我嘅一千或者将嗰一锭银子咧唔俾呢一个嘅银行啊，或者唔俾一个嘅可以收息嘅一个嘅机构啊，放贷嘅，以至我可以咧最低限度咧，即系冇呢一个咧，即系一锭就变十锭，一千就变二千，但系最低限度都有少少嘅利息啊咁样。嗱，佢哋都系咁样嚟到去责备，即系呢一个嘅仆人。当然这个仆人呢，他的回应呢就这样讲，他说没有种的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都要聚敛，没有放下的你都要去拿，没有种下的你都要去收，这样，这样，所以呢我就怕了，我呢就即将到呢那锭的银子或者那一千呢就是藏在地，或者呢就是摆在手巾仔里面，这样。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意思呢？嗱，咁當然即係有好多嘅睇法嘅，有啲嘅睇法咧就係、是、其實佢講句説話嘅時候咧，係反映一種對主人嘅一啲嘅性格又好，或者啲傾向又好，或者啲嘅行為咧一種嘅不滿嚇。如果真係咁嘅時候咧，就即係話咧，即係主人咧就話你唔單止懶啊，唔做嘢啊，唔單止唔幫我投資啊，更加咧。是恶啊，去批评我啊。这个呢即是在那个的就这样看个字面来讲呢就看不到。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如果真的呢这两个仆人是将到那一千又好，或者是将到呢这一个的一锭银子又好，是摆在一个银行，摆在一个可以收息的地方的时候呢，一定呢那个的账户的户主呢是哪个？一定是个主人，一定是贵胄，个贵胄又好，个主人又好，他回不回来呢，那些钱始终都是属于他的。不回来的时候呢，哎呀，有些什么冬瓜豆腐回不来的时候呢，那么怎样？那些钱就属于个主人的可能的配偶啊，或者他的儿女啊，是不是？但是如果不是将到这些钱摆在银行，咁样或者藏喺地，又或者系包喺手巾嗰度。如果嗰个主人唔翻嚟的话，呢啲钱系属于边个？
几有可能啲钱就属于嗰个嘅仆人。嗱，圣经里边讲话你系恶仆，你系唔单止懒，你更加系恶。几有可能佢恶，可能佢系唔满意主人嘅性格，唔满意主人做事嘅方法，唔满意主人呢一种咁样嘅做法都未定。但系更加有可能就系根本佢就唔想个主人翻嚟，唔想个贵就翻嚟。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就算我们哎呀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觉得呢多么的舒服，我们呢即有多少的享受，但是我们明白我们最重要的人生的目标，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被他称赞。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呢不赚不蚀就当是亏损的了。我们在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再不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在这个得称为义罪人的身份那里，我们是一直追求呢，是有一天我们得见神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单止称义，更加是真正的成圣。但是在未到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的管家来的。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呢好好的来到去承担起一个的管家的一个的责任。大家都即知道呢，我呢在这个2021年的2月呢就开始呢是在基督教众恩堂那里呢做处理的领导的牧者。唉，其实呢就都已经离开了众恩堂呢有12年啊。2019年呢在香港退休，对不住，离开了众恩堂呢有12年，在过往呢就是呢在众恩堂呢做主任牧师做了20年。咁本来呢即是返嚟退休啦，即是2019年返嚟退休，咁继续呢即是在众恩堂里面有啲嘅服侍嘅机会啦，咁呢就已经好感恩啦，係咪呀，咁点解要再做返呢一个嘅领导嘅牧师呢，虽然係处理咁样。其实都觉得呢有啲呢即係自己能力又好精力又好都未必够嘅。不过但係呢即係觉得在退休应该好好的享受啦。有人这样讲，他说退休呢就特别在个职场里面有一个字啊。那个字呢当然未必可以在我身上形容啦，是吧，因为呢即我又不是经济独立的，我也不是呢即提早退休。但是呢即当我一路这样来到去即想自己即是在退休的里面，在退休的年纪的里面，或者退休的心态里面，即究竟呢即自己还应不应该来到去即承担起这个的责任呢，这样。那当然啦，即执事会他们即觉得呢即唉，你承担会比较好一点，可能你比较即熟一点的事，又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年纪大一点啦。咁其实呢我都提议不如呢你请另外一位啦，可能更加适合喎。咁但係呢即係我又唔想即係喺一个教会转接嘅期间呢好似有好多嘅推搪咁样，所以最后我都接受。但係接受之后呢我又有时有咁嘅感觉，唔知道大家呢同唔同意呢句嘅说话，有人话呢你30岁之前呢就睇你个学历啦，其实你个学历呢即係係点喺教会里面呢都唔系最重要嘅。反而呢要睇你嘅经历啦。咁但呢到你60岁之后呢就睇你嘅病历㗎啦。咁我都过咗60岁啦，病历亦都唔系咁好，咁系咪可以承担呢一个嘅责任呢，咁样。不过呢直至到呢即係我喺呢2020年呢11月呢睇到60分钟时事杂志呢有一个咁嘅报道呢，咁呢又俾我有啲嘅即係一啲嘅鼓励啦。佢报道呢就是一啲90岁嘅人士。当然啲人士全部退晒休㗎啦。但呢就係经过几年嘅即係研究嘅时候呢，
發覺啲90歲嘅人士咧，有好多嗱，當然亦都有啲咧已經咧即係魂歸天國，但係有好多咧仍然咧即係保持佢哋嘅活力，保持佢嗰種嘅精神嚇。咁所以咧，即係特別最近咧，亦都收到一個咁嘅信息，那個信息咧就提到咧就即係雖然咧，即係我哋喺年輕嘅時候咧，即係係咁，但係咧。我哋咧仍然咧可以喺年老嘅時候咧發出一啲嘅光芒嘅啊！咁咧有一句説話咧，佢話想想來時光光，去時一片火光啊！咁都係講到咧，即係我哋離世嘅時候咧，即係一片火光，幾可能係火葬啦啊！來時咧光光啊，來時咧即係冇人咧著著衫噶嘛，係咪啊？不過雖然係咁樣，但係咧。求神帮助我哋咧，人生好似星光咁样，蜡烛咧总要烧干嘅，然后咧追求快乐之光，绽放咧晚年嘅余光啊！所以我提醒自己啊，我虽然咧即系唔系咧咩嘅经济咩独立啊，可以提早退休，但系求神俾我咧能够咧工作啊，不断嘅。嚟到去唔好係增加啦，係嘛？即係工作咧，仍然咧可以有佢一啲嘅作用啊，直至嚟到死亡。但係咧，願意咧，即係大家咧，即係繼續嘅，即係嚟到去喺無論我哋幾時退休都好，我哋都能夠咧靠著神嘅恩典，繼續嘅嚟到去向前啊，直至咧有一日我哋見主嘅面。最近咧亦都睇一本書啊，依本書咧亦都好幫助我，即係喺無論喺乜嘢環境裏邊，無論咧喺乜嘢嘅侍奉當中，有五方面咧需要咧嚟到去學習嘅，喺智、喺信、喺仁、喺勇同埋喺嚴方面咧能夠去學習啊。我哋唔係每一個咧都係即係一個嘅將領，不過咧。这里提醒我们，智能发谋，信能想法，人能负重，勇能果断，严能立威，是吧？求神呢，给我们能够呢，好好的来到去，从别人的身上边，听到一些，甚至咨询到一些好的意见，以至得到呢，更多的知识，然后呢，化成呢，一些，我们心灵里面的智慧，甚至咧透過敬畏神嚟到得到更多嘅智慧，以至咧係為教會、為天國咧係建立一個更多、更好、更深入嘅價值嘅觀念。了解用財嘅原則，第一個就係不蝕不賺，就係當係一個損虧嘅啦嚇。即係如果你就咁樣原恩奉回，神俾救恩俾你。如果这个每一定的银子代表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到用这个救恩来到去赚取更多的灵魂呢？如果这些银子无论是五千或者是二千或者是一千，是代表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有人的恩赐多，有人恩赐少，有人呢就是呢在神里面领受就是呢不同的恩赐，不紧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到去发挥这些恩赐、就算不是赚到这个的更多的、我们最低限度呢不好呢只是原银的奉还。第二个的原则呢是忠心办事定提携、正如我刚才提到呢、路加福音记载的贵胄他回来的时候他对第一同埋第二个仆人论功行赏嘅时候咧，佢对第一个仆人咧系称赞佢系忠心嘅，称赞佢咧系即系一个嘅忠仆。然后咧佢甚至话咧你有权柄吓嚟到去管理十座城，但系对第二个仆人咧，好似咧就即系冇提佢系忠心。嗱，如果呢个忠心呢一个嘅称赞唔系一个咧刻意的一个的疏忽，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就他真的看到这个仆人，第一个仆人呢是比第二个仆人甚至其他的仆人更加的忠心。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如果你比较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发觉马太福音那个主人呢，肯定是按住才干，是吧，按住才干来到去将到五千，将到二千，将到一千，来到去给这三个的仆人。但是路加就没有讲，所以几有可能呢，这十个仆人呢，其实他们在主人的眼光里面呢，才干都是差不多的。不过为什么第一个仆人可以赚到十顶银子，然后呢，这个的第二个仆人呢，只是赚到五顶银子呢？会不会真的第一个仆人呢，是比其他的仆人更忠心呢？所以他可以有权柄管理十座城。当然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一件事，圣经里面讲到你越忠心，神就越给更多的东西你管理。所以如果你在教会忙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说可能是反映你忠心都未定。当然我们都要小心，又不要做到这个耗尽。不过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是这样的，即是你越去做的时候，越忠心去做的时候，神给你的责任可能是越大都未定。在这里也都给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去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肯定就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呢，亦都是越多的。当然我们未必是为了赏赐来到服侍神，不过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是更忠心。神给我们呢，将来呢，有很多不同的冠冕，有些不能坏的冠冕，有些是可以夸的冠冕，有些是生命的冠冕，有些是公义的冠冕，有些是荣耀的冠冕。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呢，即是更去把握神给我们在不同的机会里面，我们呢好好的来到服侍他。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呢经历这个疫症。在这个疫症里面呢，即是神呢都给很多的机构呢有很多的反省，也都给教会呢有很多的探索这样。咁咧，我有機會咧就參加即係線上邊咧，網上邊咧參加有一個嘅workshop， 一個講座咧，就係喺即係疫情底下咧，即係我哋點樣嘅嚟到去面對嚇。咁咧就巴特利神學院咧就係有一個咁嘅講座啊。咁我覺得都好有意思，特別佢探討咧，即係疫情過後唔同嘅年紀嘅人又好或者咧即係教會又好。他们呢在人手方面甚至收入方面呢，他们那个的情况是怎样发觉呢，大部分的教会呢收入呢都不是很被这个疫情来到影响的。然后呢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发觉呢有很多人呢在疫情之前呢，其实呢未必一定呢是这么即是热衷在教会的聚会，反而呢透过网上呢有很多的即是教会的那个的参与度呢都是高了。然后呢就很多人呢发觉呢，即是疫情过后呢，这个的网上即是线上或者线下呢那个的发展呢亦都有很多的机会啊。咁然后呢就唔单止即是伯特利神学院香港有啲嘅研究啊，在这个美国呢也都呢即是这个访问了千几个成年人，就基本上面呢就有些发现呢觉得都很有意思的。就是对网上及相信相信教会的模式呢的接受性呢是提高了的。不过虽然是这样，但都希望呢疫情过了之后呢，即是尽快呢回复返一个实体的敬拜。因为无可否认呢，即是这个线上的敬拜呢都有些分心的。但是呢我想最提醒我们呢就是呢在一个即是疫情的时候呢，很多的教会呢都有很多的转变。虽然不能够呢实体的探访，但是可以有视像的探访。虽然不能够呢即是大家回来教会聚会或者回来教会祈祷，但是可以在网上有更多人呢参与这个的祈祷会。当然这个的讲座呢就是香港的
伯特利神学院咧，同埋一啲机构咧联合举办嘅。香港咧，佢哋探讨嘅问题咧就系、是、即系移民嘅问题啊。特别咧，即系香港而家个情况咧，就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咧，都系谂住移民。咁呢个亦都系咧，即系今日香港教会好似喺1997年之前咧，即系面对嘅一个问题，亦都系咧今日咧我哋即系喺北美或者甚至喺欧洲，特别喺英国嘅教会咧，即系我哋都要问，我哋点样嘅嚟到去服侍呢班人咧？求神帮助我哋，叫我哋咧，无论喺乜嘢嘅环境当中，我哋好好嘅嚟到去运用神俾我哋嘅恩赐，运用神俾我哋嘅机会，以至到咧能够咧喺无论咧即系神为我哋开乜嘢嘅福音嘅门，叫更多嘅人藉着种种嘅原因嚟到我哋所处嘅呢个地方，我哋仍然嘅嚟到去好好嘅嚟到服侍佢。所以咧，即系求神帮助我哋，要运用我哋嘅恩赐，要忠心嘅嚟到去为主办事。然后咧，小事咧系尽力长巴闭，小事尽力。点解要用小事咧？嗱，当然大小咧系一个嘅即系相对嘅形，即系形容词嚟嘅。但系如果你将到马太福音嗰三个仆人所领受的和这个路加福音这十个仆人每人所领受的做一个比较时，我就发觉这十个仆人所领受的一锭银子呢，其实是非常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一千、二千、五千是表示什么呢？原来一千呢这个的即原意呢是 one talent。One talent 是一个男人6000日的人工，而一锭银子是一个男人当时4个月的人工。就算你一锭赚到这个的十锭，都是40个月的人工。40个月的人工是等于1200日的人工，是不是？即是这个1000是你5倍，但是呢你虽然领受的不是那么多，但是你小事上面忠心的时候呢，就怎样就呢长就巴闭了。我想呢我们在小事上面呢有时呢都不是那么容易忠心的，特别呢我们过了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哎呀，教会在3月呢，大部分的教会甚至呢可以说即係全世界冇99%都應該有90%噶啦，係咪啊？嘅教會咧都係要喺網上邊嚟到去舉行崇拜，係咪啊？咁啊，希望做嘅嘢咧唔係咁多。唔單止係咁樣，我哋亦都發覺咧喺疫情當中嘅時候咧，好多嘢咧就不斷咁樣嚟到去變化，有好多咧唔確定嘅因素。有好多嘢咧，我哋好容易出錯嚇，即係究竟點樣嘅嚟到去做咧嚇？有時我諗我哋都一定試過噶啦，係嘛？有時一啲線上嘅崇拜啊，開下會嘅時候，因為咧種種其他嘅原因 ，WiFi 嘅原因又好，或者其他技術性嘅原因又好咧，即係好易出錯嘅。而且咧，我哋幾時咧係可以咧嚟到去做翻呢個實體咧？有好多人有唔同嘅意見，係嘛？当我们面对有人说这个 VUCA 的时候，我们怎样来面对呢？哎呀，即是陈心怡牧师呢在一次的讲座里面呢，他提醒我们，我们呢也可以用 VUCA， 不过另外的 VUCA 来面对。我们继续呢保持呢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意象，继续呢求神给我们呢有能力和有策略，继续呢是没错，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勇气，我们呢更加呢要呢是面对这个模棱两可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 flexibility， 我们呢 adaptability， 我们呢有更多的适应和转变。哎呀，求神带领保守眷顾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不单止忠心，我们更加呢看重我们同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到去面对，一起的同行，
一起的同工，一起的守望，一起的同舟共济，一起的在一个呢困难的时间来到见证倚靠神，无论是小事又好，无论是大事又好，我们呢都求神呢给我们有这个能力，是忠心的来到办事，不会只是呢给回那一千，或者给回那一定银子，给回我们的主人。最后，才疏仍可显神辉。你说我没什么才干的，我做不到什么事，我究竟有什么事能够去服侍神呢？这样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容许我都讲一个呢，即是又是呢到即是生命就来结束的时候，仍然呢都没有退休的一个即是人的故事给大家来到知道。我在香港读小学中学都是同一间的学校。这间学校呢就即是在佢即是的门口那里呢就是有一个呢我们一班同学特别夏天的时候呢都好喜欢的一个的人物。每逢我们放学的时候特别我们呢个袋里面呢还有几毫或者一蚊呢咁我哋呢就哎呀急不及待呢就会冲出去喺个门口度，哎呀睇下佢喺咪度，哇佢喺度嘅时候呢个个人呢都涌去佢嗰度，然后呢拎三毫子出嚟甚至呢再加多一毫子，咁你就买一杯嘅雪糕，或者买多一杯或者一包嘅木瓜或者油金子，有时剩返一毫子呢，咁呢就好小心驚佢跌咗落坑渠，咁就买一包嘅油金子。我哋好鍾意呢个即係我哋叫佢做雪糕佬啦。今日呢同大家介绍呢另外一个嘅雪糕佬。呢、这个雪糕佬呢佢个名字呢叫做呢王港。王港呢当然呢已经呢几年前呢离开世界啦。中年呢102岁。不过就算佢90几岁嘅时候呢，佢仍然每日呢喺佢何文田所住嘅地方，搭车又好，搭小巴又好，搭呢个地铁又好咧，就咧去到呢一个嘅即系太子站落车，然后喺附近嗰度咧就推佢嗰架嘅雪糕车，有时甚至咧要经过一啲嘅地方咧买雪糕，即系要做即系买啲货先得噶，一路推到去大坑东几间嘅学校嘅门口，喺嗰度咧嚟到去卖雪糕。他是不是没有钱所以90几岁，他的人呢如果你看这个的上网看他的故事的时候呢，他头都侧的了，不知道会不会呢因为这个骨质疏松症啊，又是什么样，是不是没有钱呢？当然他一定不是很富庶啦，不过呢他有仔有女的，他每日呢最多是赚到100蚊左右，即是一个月呢都是赚3000多蚊。他的仔女都说，哎呀不要做啦，我每个月给4000-5000蚊你，你在屋企舒舒服服啦。他说不得，我仍然要做。虽然他推着那200磅、300磅的雪糕车有时很辛苦，但他仍然的记挂住那班的同学仔。那同学仔都很记挂他的。有些同学呢甚至毕业之后呢仍然知道呢他每日或者朝早或者夜晚呢都需要推着雪糕车的。所以呢他就专登在去到他的旁边帮他来到推。他有什么的学识呢？不是很多。但是他很敬业，他很乐业或者傲业。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呢无论我们那个的恩赐有多少，无论我们的才干有多少，我们要生财有术。路加福音的比喻呢讲10个仆人。但是很特别，这个贵胄回来的时候只是见3个。见3个的仆人，其余的7个在哪里呢？会不会其余的7个就是你和我？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将会见你和我。
然后会问一问，我俾你嗰掟嘅银子，而家系剩翻几多？系咪渣都冇啊？一话有两锭、三锭、五锭，甚至十锭。我哋低头嚟祈祷，亲爱天父，嚟到你面前，好多谢你俾我哋今日嘅时间，求主你继续嘅嚟到带领我哋，叫我哋无论喺咩环境当中，我哋好好嘅嚟到去学习，知道我哋需要喺小事又好、大事又好，忠心嘅嚟到办事。无论我哋才干有几多，我哋仍然可以显出你嘅荣耀，更加知道我哋唔能够将嗰一掟嘅银子、原掟嘅奉回就算。带领我哋奉主名求，阿门。唯有你是蒙拣选，是君尊的祭司。愿你今天拿起心志，作主喜悦的事。唯有你是蒙拣选，是君尊的祭司，是天上父亲的恩赐。愿你更殷勤，有了信心又有德行，做个属灵人，遵守神教训。愿你得一支分派，结更多果子，没有律法可禁止，传递信望爱合意，全力向标杆冲刺。愿你得因主托大案，教主心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令这拣选坚定不移，彰显神旨意。唯有你是蒙拣选，是君尊的祭司。愿你今天拿起心志，作主喜悦的事。唯有你是蒙拣选，是君尊的祭司，是天上父亲的恩赐。愿你更殷勤，有了信心又有德行，做个属灵人，遵守神教训。愿你得恩主分派，结更多果子，没有律法可禁止，传递信望爱合意，全力向标杆冲刺。愿你得恩主托大案，救主心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令这拣选坚定不移，彰显神旨意。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家人们、朋友们，再次欢迎大家今日来到牧地港众恩堂的崇拜。假如今天是你是第一次参加的，我在这里代表教会是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到崇拜主。以下是家事报告的时间，就我们的第一届的執事選舉咧，個結果咧係已經出咗嚟啦嚇。咁啊，我哋新一屆嘅執事咧係有以下嘅幾位啦，係有鍾華生弟兄，有李智慧弟兄嚇，咁有崔嘉麗姊妹，仲有咧係Ivan So 姊妹。咁佢哋幾位咧嚇，四位都係以超過三分之二嘅票數嚇嚟到當選嚇，我哋感謝主嚇。
好，就另外咧都要同大家宣布就係咧，喺英語部咧Timothy Pang 弟兄嚇，咁咧佢咧就喺音樂部侍奉咗都相當嘅時間啦。咁現在咧弟兄咧係正式離任，咁教會咧係非常多謝Timothy 嚇啦，喺咁多年裏邊咧，佢好忠心喺音樂部嚇嘅侍奉嚇，我哋咧願意主係帶領我哋嘅弟兄嚇喺新嘅侍奉嘅方向上邊嚇繼續嚟到前進。好，教會嘅25周年嘅大合照啊，嗰個影咗嘅相咧，個製作係已經完成咗噶啦，大家可以去到教會嘅網頁嗰度嚟到睇啦，或者你下載都得嘅嚇。咁嗰條 link 咧，嗰個連結咧已經係印咗喺程序表嘅上邊噶啦。祈祷会欢迎大家继续参加吓，喺过去呢个礼拜二嘅祷告会咧，都有好多弟兄姊妹啊翻嚟，人数咧好似都越嚟越多啦吓，都有成40几位。我哋继续鼓励大家参加星期二晚7:45啊举行嘅祈祷会，个平台系7:15咧就会开放噶啦。咁如果大家有时间早少少翻嚟吓，咁大家可以喺网上嚟到见下面。溝通嚇，大家互相關懷嚇。7:45就正式開始禱告嚇。粵語事工方面咧，就我哋咧就有Julia Wong 姊妹啦嚇，我哋好感謝主。咁咧就係佢咧係被委任為祈禱部嘅部長，我哋就一樣嘅求主嚟到帶領 Julia 姊妹喺呢個崗位嘅上邊咧，係帶領祈禱部嚇嚟到係一路嘅係發展同埋作工嚇。讚美操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啦，每逢嘅星期三朝頭早咧10:00咧，我哋咧都會舉行呢個嘅讚美操，咁大家可以邀請朋友啦，有新嘅朋友無論佢講廣東話好國語好，我哋都歡迎嘅，可以咧介紹佢入嚟，我哋一齊嚟到係操練身體，亦都有機會嚟到聽神嘅話語，好唔好啊？兒童事工方面咧，係就兒童嘅團契啊，小朋友團契嚇，就會喺每一個月嘅係第二個禮拜同第四個禮拜嚇，第二個禮拜同第四個禮拜咧，星期五嚇，星期五下晝5:30至到6:00咧，係又用 Zoom 呢個平台嚟到舉行，好唔好啊？咁咧就如果係有6至12歲嘅小朋友們嚇啊，咁咧就歡迎他們來參加。如果你想知道多些詳細的情形，請你和 Pastor Jenny 來到聯絡，好不好？是的，中文學校方面都提一提，是因為疫情我們是不會開學的，整個年度我們都不會開課的。就我們教會已經為我們預備了那個的奉獻的收據，就今年我們會用郵寄的方式來到寄到去各位的家。疫情期間如果大家你有需要回到教會的話，是無請預先通知教會同工，就等他們有一些準備，你回到的時候就亦都請大家特別遵守這個安全和那個的程序的守則，來到保護大家亦都保護教會同工，好不好？好，最後同大家提一提蔡直佳弟兄咩夫蔡佢嘅 Celebration of Life 生命嘅禮讚，咁咧就安排喺2月20號，係星期六嚟嘅，星期六下晝6:00會用 Zoom 嘅形式嚟到舉行，咁就大家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嚟到出席我哋一同嘅將我哋嘅關懷慰問嚟到。俾佢嘅家人，都祝福佢嘅家人，亦都同时间咧，我哋嚟到去怀念我哋嘅蔡医生聚会嘅号码同埋密码都已经印咗喺程序表上边大家预留时间出席好，今日嘅报告就到呢度多谢大家。请会众一同起立，我哋同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君，地上生命当赞主恩，天上万军中赞主兵，赞美圣父。
大家低头，同心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今日的聚会到这里来到结束了，愿主来赐福我们每一位。